我本来以为他们在搞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不好笑。你们怎么会合？我们组了一个乐团，哦，是玩真的，真的乐团，真的乐团，所以叫板凳乐团。板凳哦，为什么叫板凳？做很久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在板凳蓄势待发的，漂亮，改成中文版、中文版跟日文版的改本才编的。对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，好吧？好，来欢迎他们。心胸更开阔，人生不过短短几十个寒暑嘛。我不知道两位啊，平常戏演的好，然后两位其实都是很好的 rock vocal。哦，对，都会其实那个每次他以前是偶像团体出来的，对，他就每次听曲歌王，是因为有萧敬腾，他是用这个 compressor， 是压缩的他在唱。那这种如果多的会 gay 掰，你的唱法就是我们是就是 gay。我本来以为他们在搞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不好笑。很认真在唱，不要闹啦，很认真在选节目。预祝板凳乐团呢可以大红大发。谢老师，哎，谢老师。